分享一個家常小炒，就是很好味的青瓜炒蛋了。我的材料呢有四隻雞蛋，这里呢就是半條的英國青瓜，切兩厘米的薄片到啦，就是 150g。 首先我們發蛋，在蛋上就加入四分一茶匙盐，发的时候就尽量将它提起，因为这样就可以将空气打入去，令到那个蛋更加松软。发了一分钟之后开始煮了，我就用大火热锅落三汤匙的油，油热就爆香这里两汤匙姜蓉，爆香它30秒，然后呢就落青瓜片，就大火煎它1分钟，1分钟之后加入鸡蛋，周边呢度熟啦，若果系1分钟到，我哋可以将佢推入去。不停咁将熟咗嗰啲推入去啦。就已经做好的了。